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诸位莲友，以及网上同步看直播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学习《无量寿经》第24品“三倍往生”。昨天讲到啊，上辈往生的人是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些上辈往生的人呢，真正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真正是舍弃这个世间五欲六尘种种的享受，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甚至开悟见性。那么这类的人啊，当然还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如果没有发起无上菩提心，就不能感得净土的果报。净土啊，是一个广大的、微妙的境界啊，是唯有发起广大菩提心，才能跟净土相应啊！没有发菩提心，小乘人只做自了汉，或者凡夫迷于五欲六尘，不肯出离，这些都不能够啊生净土的。那么发了菩提心，就是愿做佛的心，修行就是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啊正行啊，净土正行就是念佛。一向就是一个方向啊，专修净土，专求往生，其他什么目的都放下啊，人生的目的就是求往生啊，要专。专念阿弥陀佛，心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其他都放下啊。对于人事物种种的境界都不放在心上
人我是非啊，恩怨情仇、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通通抛却脑后，只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啊，觉知求生净土。那么这是正行，还要有助行辅助我们的正行啊，令我们的正行啊顺畅，没有障碍。助行就是下面的修诸功德啊，所以净土修行贵在正住双修。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曾说啊，正住双修啊，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念佛人一辈子念佛不能往生的，就是因为啊缺乏了助行啊，助行不得力，正行自然也不得力。所以一万个人念佛，真正往生的三五个而已。啊，这些人都是因为呀、忽略了助行。啊，那么这个修诸功德这一句就涵盖了所有的助行。永明延寿大师，这是净土宗第六祖。啊，他是禅宗大彻大悟。啊，转过来专修净土的。啊，他是一天十万佛号作为日课。啊，这个念佛不得了啊，十万佛号一天。我不知道大家念过没有。啊，有念过的请举举手。啊啊，不错，一天能念十万。啊，大概也至少要15个小时吧。啊，念得快的。啊，他是以十万佛号作为日课，天天如此。而且是啊，白天108单佛事，晚上十万佛号。啊，换句话说是不睡觉的。啊，他是到山上精行念佛。啊，估计大概是到黄昏，啊，可能五六点钟就上山念佛了，啊，下午五六点，一直念到第二天，啊，大概七八点，啊，回来，十万佛号完成，然后在寺院里又开始做108单佛事，天天如此。这是正住双修啊，啊，无论正行住行都做到了非常圆满。啊，永明延寿大师讲，要万善同归，啊，净土要广修万善，啊，同归极乐。哎。这个出处就是本经这两句，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修诸功德就是广修万善，愿生彼国就是同归净土。所以像永明延寿大师，那决定是上品上生啊，完全符合
这个上辈往生的条件。那么一般来讲，万善啊，我们可以归纳成为菩萨六度啊。所谓菩萨六度万恒啊，万恒就是万善啊，六度就是纲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这是六度。六度里面以般若为导啊，般若就像人的眼睛看路啊，看清楚方向。五度就像双足啊，行走啊，眼睛看路，两脚走路，这才能够走到彼岸去啊，到彼岸就是波罗蜜。所以这个菩萨六度啊，我们也要啊修。那么从哪里下手呢？布施下手啊，布施讲到了圆满究竟啊，就是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可舍啊，就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布施就是舍啊，啊，什么都舍，内也舍，外也舍。内是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就你的身、你的心都可以舍啊。有人需要你的肾，你就把肾给他；有人需要你的心脏，就把心脏给他啊。六根嘛，所有诸根都可以舍。头目骨髓与众生共啊，那外的六尘那更可以舍，色声香味触法啊，所有的这些境界啊，没有不能舍的。这是菩萨布施波罗蜜，到这个地步布施才叫做圆满啊。还有一点放不下的，那布施就不圆满啊，就不能叫布施波罗蜜。那我们听了这个觉得好难呐 那难是很难啊，总是要有一个开始。从哪里下手呢？了凡四训里告诉我们呢，从舍财做起啊，先舍外财。外财身外物比较容易舍啊，一下子要你把肉给割掉啊，割肉去喂鹰，这个不容易啊。那舍财可以呀，我舍财买几块面包喂鹰也行啊，这个容易啊，先从容易的下手啊。然而凡夫啊，就以财为命啊，很执着财富啊，所以从舍财下手，正好对治我们的悭贪啊，把我们的凡夫贪吝的习气呀、革除掉啊。所以见到有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业、护持佛法的事业，我们就勇于布施。过去老和尚跟张家大师
学法。啊，请问大师，佛法这么好，啊，能不能够啊用简单的话啊把佛法修行的纲领概括出来？张家大师就告诉他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那当时老和尚很年轻啊，才二十几岁，还没出家，啊，听得似懂非懂。啊，再进一步请教，这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告诉他，布施。啊，先从舍财开始。啊，那我没有财，我很穷，怎么办？啊，那你一块钱有没有？啊，一块钱还是能拿得出来，那就穷布施一块钱开始。啊，慢慢的增加。所以老和尚啊，就依教奉行了。啊。人家在寺院里面要印经啊，他就参加一点，随喜一点，啊，三块、五块、十块，啊，慢慢越布施就越敢布施，啊，布施到最后，他布施了六年，啊，全部都布施光，啊。就只剩下几件换洗的衣服，啊，一床铺盖。这时候出家的因缘成熟，啊，出家了，就上了台阶了，啊，那么老和尚继续布施，啊，别人给他的供养，转手就拿来做弘法立生的事业，啊，自己生活极其简单，啊，老人家最初五年日中一时啊，啊，我们还要吃两餐呢，老人家就吃一餐了，啊，他说他当时吃一顿饭，啊。这个台币三块钱啊，一天的生活费啊。那么他说他还不如李炳南老师，李炳南老师一天的生活费两块钱啊，自己生活极其简单啊，全部的供养都拿来啊，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越布施越多，福报越大。啊，到最后你看老和尚，啊，布施百万千万，啊，这都不在话下。啊，那么有这个福报。千万不能够啊驻足在那里，要不断的布施啊，越舍就越得，越得还要越舍，舍得舍得啊，开始是先舍后得啊，第二呢，得了之后还得舍，把你得的还得舍出去，第二个叫舍得，舍你的所得。啊，最后什么都舍尽了，身心世界都能舍。啊，那跟娑婆世界就没有瓜葛了。要往生西方啊，随时可以去。啊，这是从财布施下手。当然，布施有三种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以外，还有法布施、
无畏布施。啊，财布施里也分两种，一种内财布施，一种外财布施。啊，外财比较容易，身外物，啊，拿点钱就能够做点好事，啊，这是简单的。内财就需要你自己的奉献，这个比布施外财就更殊胜。啊，因为难能可贵。啊，你看不少人工作很忙，你让他来寺院做义工，他拿不出时间来。啊，他顶多拿一点钱供养，这是外财布施。啊，那么来寺院做义工的，这是内财布施，更殊胜。啊，贡献你的体力、你的脑力、啊、你的精力各方面。啊，贡献啊，那么法布施就是啊，将佛法供养给众生，令众生觉悟，这是一切供养中啊最殊胜的供养啊。财布施只能帮助众生解决临时的问题啊，他吃不上饭啊，你给他一餐饭吃啊，他没有钱，你给他的钱用啊，或者你啊给他做一顿饭，就是内财布施，这都是有限的啊。可是如果法布施是令众生啊觉悟，觉悟了断恶修善，他将来就有福报啊，甚至将来能够解脱，这是究竟圆满的来帮助众生，就是通过法布施。那我们啊，在道场啊护持一个道场啊，将道场啊做成一个啊持戒念佛模范的道场，这可以摄受无量的众生啊，令无量的众生啊能够因这样的因缘得度啊。这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啊，那还有流通法宝啊，流通法宝也要这个啊，针对众生的喜好啊，众生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随机说法嘛。像过去古人都是看书，所以要多印经书啊。那么之前十几年啊，大家喜欢看光碟啊，那么印的光碟很多啊，那么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到现在呢，众生啊看光碟都觉得麻烦了，喜欢看什么呢？看手机呀、啊。啊，那你我们就要设计呀、啊，啊，怎么能够帮助手机一族闻佛法？啊，所以这个弘法利生这些工具一定要啊这跟上时代的脚步啊，不然众生的根基已经变化了，我们赶不上那就浪费资源了啊，反而他们得不到受益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呢啊要想修诸功德要去思维的啊。当然还有无畏布施啊，众生有恐惧，你帮助他解脱
啊，例如放生，啊，吃素，这些都是无为布施。啊，那么如果能够提倡素食，啊，推动素食，这样的功德很大。啊，譬如开一个啊素食馆，这个素食馆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希望大家多吃素。啊，甚至亏本生意都欢喜来干。啊，因为亏本亏得越多，说明吃素的人越多。好事。啊，这等于是拿钱放生一样嘛。啊，今天有人来吃素，他今天就跟断食，就跟杀生绝缘了嘛。这不好事吗？啊，所以我就等于是放生了。现在放生还不容易放啊，因为放的人太多了啊，引起环保部门的忧虑啊，你那些众生啊放在那里会把这生态环境给破坏掉啊，所以很多地方啊也都禁止放生啊，更何况大规模的放生很多流弊啊，你必须要先定啊，哎，那个我下个礼拜啊要准备放生，你帮我准备一吨的鱼啊，好，那他们就帮你捞一吨的鱼上来给你去放生啊，那你是放生呢还是害生？你不放生那鱼啊还自由自在的活着啊，你这一放生了啊就被打捞了啊，经过你的折腾啊只剩半条命啊，然后被你放了啊，就奄奄一息。所以很多流弊的啊，真的不如推广素食好啊。如果全民都吃素，那就没有必要放生了，对吧？啊，大家都不杀生就谈不上放生。啊，所以推广素食的方法好。啊，过去老和尚在新加坡居士林提倡啊24小时共住啊，广修供养啊，无遮大会啊，每一天啊居士林楼下24小时提供素食。免费啊，什么人都来可以吃，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基督徒也可以吃，这个回教徒也可以吃啊，那些开出租车的司机啊，中午正好没饭吃，他就来这里凑一顿啊，好，你在那吃，同时这个光碟啊播着老法师讲经啊，又有食的供养，又有法的供养，啊，有的人听着听着就不愿意走了，啊，就坐下来了，啊，甚至很多人吃了之后觉得这么好，啊，他也来发心做义工，啊，很多人捐米的、捐油的、捐菜的，啊，开始一个月，啊，居士林自己掏钱来买这些，啊，这个啊菜呀、米呀这些食品。到后来不需要买了啊，大家都送，吃都吃不完啊，吃不完剩下很多还得往那些老人院送啊，证明越布施越多啊，而且推广素食啊，当时这居士林是震撼了整个新加坡啊，很多人因此就学佛了啊，吃素了啊，那咱们这善果林这个道场，看看大家肯不肯发心啊？这老和尚啊，早在啊20年前就已经做过了啊，我们就
啊，照着复制就行。啊，果然能那么做，我们的餐费全部免费。啊，提供给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吃饭。吃完饭，我们念佛堂开放，欢迎大家念佛。啊，要走的时候再送法宝。啊，这个度众生啊，真的殊胜啊，这修诸功德啊。啊，我们来做义工，就是来修诸功德。嗯，真的可以呀、啊，将整个地区的人民啊，都度化，啊，都让他们来念佛，啊，吃素念佛，啊，这印光大师过去就是提倡吃素念佛，这是消灾免难的啊唯一途径，啊，那这是无畏布施啊，当然还有救病苦，啊，那么。生病的人，重病的人，啊，非常的痛苦，我们能帮助他，安慰他，啊，治疗他，啊，这些都是无畏布施。嗯，过去老和尚专门呢设立了啊医疗的这种啊基金，啊，他自己的供养分成三份。一份作为法宝啊流通，第二就是这个供养这些啊医疗的事业啊，这给这些医院啊，第三是放生啊，那放生我们现在可以改成推广素食啊，所以定弘也想学老和尚啊。嗯，那么自己有多少啊，就做多少，也不要有压力啊，只要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啊。那么还有一种无畏布施，就是临终关怀啊，人在临死的时候。是最痛苦、最彷徨、无救的时候，最需要人安慰。你能在这个时候，啊，给他开示，让他提起正念，帮他念佛，劝他往生，这个是最殊胜的无畏布施。啊，他本来可能啊得下恶道了。结果你劝他念佛啊，他就念了，结果往生西方，你成就了一尊佛啊。啊，要知道人人都有份往生，只要信愿持名，各个往生啊。像唐朝有个张善和，一生以宰牛为业，临终见到牛头人来索命，痛苦不堪啊，在屋里哀嚎呻吟啊，结果走过一个出家人，听到这屋里怎么有人呻吟，就进来看到，哎呀，这个人已经啊病得一塌糊涂啊，赶紧烧把香啊，叫他啊，你现在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张善和啊，就像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一样啊，拼命念，没念几声，就说那些牛头人不见了啊，然后又念几声，阿弥陀佛来了，说完就往生了这。所以你看临终关怀，这是不是最殊胜的无畏布施？直接把人从地狱拔济到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善果林如果有也有人来发心，我们组成一个助念团啊，善果林助念团啊。
是专门帮助那些临终病患。啊，我自己过去非常喜欢助念。啊，这个平常念佛都会很懒散。啊，在助念现场念佛就不敢懒散。啊，为什么呢？这前面就一个人奄奄一息。啊，你怎么忍心啊，自己还啊打瞌睡啊，这个还打妄想。啊，你念念就要把他救起来。你少念一句恐怕他就多吃一点苦。啊，所以呢助念的时候念佛啊功夫容易得力啊。啊，尤其助念呢是很辛苦。啊 ,24 小时。啊，白天晚上都得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轮班啊，也可以自己发心啊，一口气念24小时。啊，那不等于一天一夜念佛吗？啊，我们平常还要打个佛衣呢，精进佛衣要24小时念佛。你到助念现场就可以24小时念佛呀。啊，这是在战斗在生死线上。啊，那就是救人的。这时候念佛功夫最容易得力。啊，最容易张扬你的大悲心。啊，台湾助念呢其实啊很方便。很多医院都开放给你做助念。啊，礼仪公司啊就专门呢在那边呢啊给人送终啊丧礼这些事做个事情。啊，我看到他那边啊打理得很好。很干净啊，有助念堂啊，病人送到那里啊就在那助念啊，那个是啊真正的道场啊，啊能够在那里助念啊，帮助人往生啊，我想咱们善果林也不妨可以考虑啊建立一个助念堂啊，这个弥陀村啊，老人家在这边住，在这边念佛，啊，那么到往生的时候，专门有一个往生堂，啊，就是助念堂，啊，大家可以24小时轮班助念，啊，这是无为布施，啊，所以布施要修起来，啊，都可以无量无边，啊，我们只要用心。可以想出很多方法去利益众生。啊，万善同归净土。我们修行这些功德，目的不是为了求人天善报，而是为了愿生彼国。啊，所有善根呢，至心回向，啊，愿生彼国。那么就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啊！当然，这个功德除了刚才讲的布施，还有第二个持戒。持戒的功德又远超过布施。啊，经上讲，有人以这些珍宝四世的供养。供养四天下众生，啊，一天下就是像我们这个地球叫一天下，啊，四天下的众生那就很多了，啊，你布施他们百年不间断，不如一日一夜持戒的功德，啊，为什么呢？因为呀。你受戒所得到的戒体体通十方啊，像给大家传授八关斋戒啊，在受戒的当下是引导大家圆尽发心观想啊，圆念十方世界十法界所有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啊，发起大菩提心啊，而得到的戒体
所以你的戒体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在一切众生那里都有一个戒体，戒体无量啊，因为众生无量啊，所以我的戒体无量。在每一个众生边上，我都要修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啊。所以这个戒体啊广大，那我们能护持戒体，不毁犯戒体啊，那这个功德日夜尽虚空变法界的增长啊，非常的殊胜啊。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受戒啊，尤其是我们出家众，持戒是我们的本分啊。这个布施，在家人的主要修行啊，就像老和尚布施的光光的就出家了啊，我也是啊，这个我也是听老和尚讲啊，从布施下手啊，我也很喜欢布施啊，就是人家觉得我是很大方很慷慨啊，这个自己呀啊有多少能力啊啊都全部奉献。真的等到我布施的一干二净啊，这个出家啊，出家没多久开始学戒律啊，现在持戒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啊。比丘佛智是五年学戒啊，五下以内呀、啊、就是你受了戒之后五下之内要专精戒律，五下以后方乃听教参禅啊，这是佛的制度啊，不能劣等啊，戒都没好好学我就出去啊，学大经大论啊啊，然后这个啊，修什么甚深禅定啦啊，般若智慧啦，要知道没有戒的基础，这些都是空谈，搞不好还会走火入魔呢啊。所以戒啊，要先要学好啊。那比丘尼是要求六年学戒啊，因为比丘尼的戒条比较多啊，比丘250条戒，比丘尼348条戒啊。那么这是讲到中等根性的人啊，要五六年。学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毕业呢？律上的标准是啊，通达这个每一条戒的开遮持犯啊，再加上能够诵戒，能够结魔啊，这个才叫做学戒可以毕业了啊。那么然后你可以开始搞大经大论啊，或者是静修禅定智慧。那我们在家人的戒律比较少啊，那么把五戒要学好，要严持啊。在家人能持戒是不容易的，因为呀、啊，出家的环境比较清净，持戒不难。在家人就在浊世当中啊，要把五戒能持好，都是难能可贵。啊，所以出家的好像是水中的莲花，在家人像是火中的莲花，呵呵，是很不容易啊。那五戒我们要把它守好啊。那么如果发了大心啊，特别是要护持正法行菩萨道，可以
尽修啊，尽受菩萨大戒啊，像梵网菩萨戒，出家在家都可以受啊。那么在家还有一种六众二十八轻的在家菩萨戒啊，这个不算是具足的菩萨戒啊，是五戒的增上啊。那梵网菩萨戒十众四十八轻才是具足菩萨戒，受了戒以后啊，有饭就要忏悔，半月半月布萨啊，就是忏悔清净，然后诵戒啊，然后常常熏习戒法啊，不要忽视这种基础的修学啊，不要认为啊，这戒律好像是小乘法，轻慢。要知道，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都修不上去。就像大楼要有地基，没有地基啊，那个楼建起来很快就倒。啊，那么持戒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治己持戒，严以律己，律己呀，啊，宽以待人，啊，不能够啊啊，学了戒了，好，拿着戒条到处看，你犯戒啊，你要忏悔啊，这个把矛头都指向别人就错了啊，应该回过头来检点自己啊，看看自己有没有犯戒，不要管人家。印光大师说啊，修行的人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啊，只管自家不管人家，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你不能说哎，他怎么不持戒，他可能是菩萨呀，啊，那济公还吃肉呢，还喝酒呢，你说他不持戒吗？人家持的是清净的心地戒，啊，我们是凡夫，凡夫就得老老实实持这个波罗提木叉的戒，啊，就是按照这戒条这个规矩好好持，啊，不能管人家，啊。人家是菩萨示现啊，是度化众生啊，大开方便之门啊，我们不行，我们是凡夫啊，我们要像他这样，我们一定堕恶道啊，所以只管自己老实持戒啊，绝不批评别人，这样持戒才能得定啊，心才能清净啊。啊，老看人家的毛病过错，你的心不可能清净。啊，拿人家的错误来染污自己的心，把人家的垃圾啊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啊，你的心就成了一个垃圾桶。啊，这很可怜呐。啊，所以持戒这是非常要紧的。啊，只戒自己不戒别人。啊，那么当然如果要劝谏别人啊，都要私下柔和的劝谏，绝没有轻慢他人的心理。啊，那么他能听我们就劝，他不听就闭口不谈。啊，就老实修自己。啊，那么在家人尤其不能够拿着戒条来批评出家人啊，所生过这个过失很重啊，骂谤出家比丘啊，这个经上讲犹如出万亿佛身血啊，
很重的果实。所以啊，这个我们啊就守着自己的本分啊，我们现在在家居士啊，好好的学好五戒啊，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出家人也守好出家人的本分啊，是比丘就守好比丘戒，比丘尼就守好比丘尼戒啊。那么也是持戒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修诸功德啊。然而现在这个时代戒律废弛很久了，我们要提倡持戒的道风啊，一定是啊困难重重，障碍重重啊，就因为大家已经啊觉得不持戒是很自然的，那你突然要说要持戒，就给人觉得带来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呢啊又不能不提倡，但是也不能够啊太强硬啊，要以柔和谦卑的心态啊来弘扬戒法，慢慢的扭转大家的观念啊，逐渐的恢复啊佛事方规，佛当年在世的时候那种方规呀 啊这个过程啊要吃很多的苦啊，甚至会遭人的毁谤啊，障碍打击啊，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持戒之上还要修忍辱啊。啊，你想弘扬正法啊，在这个法弱魔强的时代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这个事情就要用很大的耐心去做啊，不能着急啊，不可以急功近利啊，但是又不能不着急，因为佛法已经是啊，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啊，这个时候就得平住气啊，眼睛要看准啊，出手啊，不出则已，一出手就要快捷啊，该忍的时候就得忍啊，该起来的时候就要起来。嗯，那么结果啊，你这一冒头跟人家形成鲜明对比了怎么办？人家就要打击你了，这时候就要修忍辱啊，人家回谤你啊，说你这说你那啊，你看以前的人都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也不是这样，你就偏偏啊别出心裁啊，另搞一套。嗯，这时候你也只能够笑而不答，闻谤不辩，修忍辱啊。你跟他对辩没有用，你辩不过他，他们人多势众啊，把他们激火了，他一脚把你踩下去你就完了啊，所以我们只好啊修忍辱波罗蜜啊，我们做我们的啊，做久了，你以真诚心去做，时间久了，明眼人就能看出来，他就知道你是在有心恢复正法，你是不忍正法衰，不忍众生苦，所以明白的人他自然就来护持你
哎，修忍辱，有忍，你这心才能定。啊，所以忍辱再往上提升，就是精进禅定。精就是一门深入。啊，那我们这道场，净宗道场，就是一门深入，持戒念佛。啊。持戒跟念佛本是一门啊，不是两门呐。啊，净戒为因，净土为果。啊，我们修净土，必须要延迟净戒。啊，这印光大师在《净土指要》里面给我们指出。啊，《净土指要》。给我们指出三大要啊，凡修净业者，一要延迟净戒，二要发菩提心，三要具足信愿啊，有这三条决定往生。这是印光大师啊，无上的开始啊。藕益大师呢讲得更彻底，净戒为因，净土为果。啊，清朝彭济清居士就讲，戒净则心净，心净则土净。你持戒持到清净呢，你的心自然就清净了。用持戒帮助你的心清净。啊，持戒就是对治你的烦恼。你的恶习的啊，现在把这些革除掉，心自然就回归清净。心能清净，一念佛马上往生，心净则佛土净，这是往生的原理啊。所以我们持戒念佛啊，持戒就是住行，念佛是正行，正住双修，缺一不可啊。那么这是精进，这样的专精自然进步啊，进步最后能得一心不乱，念佛三昧，这就是得禅定啊。得念佛三昧了，你的智慧福德就啊，这世间无以能比了，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啊，大福德人，你要想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你是心想事成啊，你要弘法啊，要提倡戒律啊，复兴道场啊，度化全球众生，对你来讲都是轻而易举啊。念佛三昧的福德不可思议啊，智慧也不可思议啊。那么渐渐啊，这个禅定啊，加上般若，般若是观照啊，禅定中是有正念啊，般若就是正念，念佛三昧离不开般若的正念。啊，没有般若正念，不可能达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啊，深的念佛三昧就是念十相佛。啊，那就是法身大师的境界，理一心不乱。啊，浅的是一心不乱。啊，也是需要有般若观照的功夫。啊，由这个啊清净心中
啊，能够啊常见彼佛如来，啊常见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从空而来。啊，宗门里面有一句话说：“啊，心空即地贵。”啊，心真的全空了，啊，这个万法都现前，啊，极乐世界也现前，啊，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也现前，你得诸佛现前三昧。啊，诸佛从哪里现呢？就从空现，空而生有。啊，所以你不得真空，现不出妙有。啊，这些都属于修诸功德的范围。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功德都回向愿生彼国。如果没有发愿，纵然你修得念佛三昧，啊，是一心不乱，啊，你也往生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是一心不乱这个境界，还没有入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在一真法界，你是一心不乱进不去啊。那你怎么去呢？你愿生彼国就能去，你发愿去，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你不愿意去，纵然你修成个大菩萨啊，禅定智慧啊，世间无与伦比，你仍然留在这个世间。如果没有断见思烦恼，仍然要搞轮回啊。所以这个法门是他力法门，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力接引我们去，不是靠自己修这个功德去啊。功德不能不修，它是助行，但是真正能去的是靠愿啊，愿生彼国，真发愿去就真去得了啊！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啊！一去到极乐世界，那就得不退转了，真的是极生成佛。极生成佛不是说密宗里面才有啊，净土宗也是极生成佛。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他就是金刚上师啊，密宗的上师啊，他的上师是贡嘎上师啊，藏密里面很有名的大德啊。他问他的贡嘎上师说，往生极乐世界和密宗的极深成就是不是一致啊？贡嘎上师回答说，是一致的，就是极深成就啊，所以静谧不二啊。现在很多人喜欢修密啊，在美国也很多人修密啊，殊不知净土宗就是无上的密法。你能够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是极深成佛啊。所以黄连祖另外一位啊上师啊诺那活佛就说过，把这个极深成就推到密宗那边去了，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谬解。都是极深成就，就净土宗也都是极深成就啊，当然禅宗也是极深成就啊，果然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极深成就嘛。
啊，然而禅和密相对来讲修行难，净土中容易啊，是最容易跻身成佛的法门。那你把最容易的扔了不管不修，你修那个难的啊，这不是啊，连释迦牟尼佛都叹气吗？啊，好，下面再看经文。此等众生领受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这里讲到的上辈往生之人，啊，一生发了大菩提心，啊，舍家弃欲，行作沙门，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类人寿终之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这就是莲池海会的诸大菩萨，啊，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弥勒，啊，这些等觉菩萨，还有过去跟你生生世世一起修行过的、跟你有缘的这些阿惟越致菩萨，啊，都跟着阿弥陀佛来到你的面前。啊，来安慰你，啊，赞叹，啊，行者，你呀，一生啊发大菩提心，啊，修持种种的功德，啊，现在你这个功德圆满成就了。啊，然后啊，观世音菩萨，嗯，大势至菩萨都来了，啊，把这个金刚莲台啊拿安到了你的足下，啊，那么阿弥陀佛啊带着你，啊，你上来了这个金刚莲台，假如你是个女身，此时就女转男身，啊，现出32相80种好，啊，坐着这个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起，生极乐国，啊，到七宝池八功德水那个莲花里头，啊。那个莲花啊开放，你呀，啊，供养可以去供养诸佛啊，蒙诸佛受记啊，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可以呀，啊，坐菩提掌成等正觉啊，然后你回到极乐国啊，很快你就可以到你有缘的世界去示现成佛。啊，所以啊，这种众生啊，因为一生的这种修持，感得啊佛菩萨啊来接引啊。那么佛现前的时候一定是放光慈悲加佑，令行者的心啊入保佑三昧啊，就是一心不乱的境界，所以此时一定是心不颠倒啊，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修，你不要担心我临终的时候要是颠倒怎么办
要是得了癌症，痛苦不堪，甚至昏迷不醒怎么办？甚至中风了，脑溢血了，这怎么办？甚至都糊涂了，变成一个傻了，老人痴呆了怎么办？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只要现在如理如法的修，你到临终的时候不会有这些业力现前。那有业力现前的人，说明他平常没有好好修啊，那肯定是放不下啊。舍家弃欲行作沙门，这个舍啊，不是说你现在真的要你出家，真的就什么都不要啊，是心上不染着啊。你心里如果还有染着，无论染着是什么，纵然是好事啊，纵然是弘法利生的事业，你染着的话，那么还是难免要搞轮回啊，那你就很难是心不颠倒了啊。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修行一辈子啊，弘法一辈子的老和尚啊，到临终的时候也是不怎么样，甚至都不清醒啊。为什么呢？就是放不下吧。你想自在往生，那只有放下你只要还有放不下，那个东西就是障碍。就像鸟翅膀上挂了黄金就飞不起来黄金也要扔掉这个黄金呢，当然不只是讲我们真的那个黄金，那黄金早就应该扔掉了那是比喻你的好事大善的事情也要扔掉，不能染着任务完成了赶紧就放下不能够被他拖进去这是自己要有觉照的能力那么这些临终的人因为一生的羞耻不识持戒、忍辱精进等等所以这个仰仗弥陀大愿之力，心不颠倒就不会受一般人的那种死苦死的痛苦是很惨的叫风刀解体生归脱壳那个风刀，风就是你那口气那个气放不下又咽不了所以那个在你的身体就像刀一样割有一些练气功的人平常练得挺好其实练气功什么呢为了养生嘛养生就是对自己身体产生了执着那怎么办呢平常身体养得好好的，到临终时放不下这口气他的气是很好但是就像风刀一样割他的身体所以他在痛苦叫人你拿刀把我这个割死算了，我太苦了这是就是平常这种执着一直在积累，积累到最后这就对他产生了这种障碍。
下面啊，就是讲往生上辈的人，今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啊，往生上辈的人啊，到极乐世界时间很短暂，今须臾间，这个须臾啊，那么经上讲到须臾啊，是指48分钟啊，因为一日有30须臾，就是24小时有30须臾，那你一除就知道啊，一须臾不到1小时啊，就是48分钟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当然也是不固定的啊。在经上这里讲经须臾间，因为一须臾对我们人的感受来讲都是很短暂的啊，就像我们在这里听经已经过了一须臾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呢？啊，好像很快吗？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心是比较定的啊，我能感受到啊，没有躁动不安啊，在定中啊，时间啊，你会感觉到很短暂啊，就像虚云老和尚啊，这个煮那个芋头啊，就想着那个还没有煮熟啊啊，先做一做吧，这一做就入定了啊，一入定之后啊，因为大雪封山呢啊，别人都以为虚云老和尚啊有要死了，赶紧上山去找啊，终于找到了。嗯，那这个把雪挖开啊，找到虚云老和尚还坐在那里啊，用引磬敲敲啊，他就啊这个出定了啊。虚云老和尚说，来来来，我刚煮的芋头咱们一起吃。打开锅盖，那芋头都长毛了，那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了啊！可是虚云老和尚感觉就是一会儿啊，所以大家心在定中，时间很容易过。所以这个经上讲须臾间呢，48分钟，对这些入定的人就是一刹那啊。《悲华经》上讲啊，往生的人啊，佛跟诸大菩萨前后围绕。啊，佛这时候入无意三昧，啊，无意就是没有障碍的三昧，啊，为这个人说法，令他听了法之后生大欢喜，啊，你要知道听佛法心那种欢喜，啊，那就是禅定，啊，这个人就入保佑三昧，啊，你看。我给大家说法，你们都觉得好像1个多小时哗就过完了啊，应该来讲你们还没有入保佑三昧嘛啊，但是你们就感觉到时间啊很快过啊。那假如不是定空法师说法，换作佛来跟你们说法呢啊，你们就入保佑三昧啊，这时候须臾间就是一弹之情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经上讲的啊，于弹指顷生极乐国，那弹指跟须臾怎么会通啊？啊，这须臾是讲我们人间的那个时间啊，那他的感受就是一弹指就升到极乐世界啊，到了极乐世界啊，就能够啊证无生法忍啊，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啊，极乐世界呀、啊，往生的人都是啊，在七宝花中啊，七宝池莲花中化生。啊，那个花也是十分的美妙庄严。啊，前面宝莲佛光第21品啊，我们就详细介绍了那个莲花。啊，一化出。啊，36
百千亿光，一光出36百千亿佛，你就在这样的一个花里头自然化生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化生啊，就不是父母的胎生啊。我们这个世界啊，有胎卵湿化四种啊，这个出生的形态啊。我们人是胎生啊，啊，那么也有湿生的啊，湿气而生的啊，那么也有是卵生的啊，很多这些动物都是卵生啊，还有化生啊，天人就是化生啊，地狱的人也是化生啊，地狱的人不需要父母给他生啊，生下来然后继承这个地狱，没有这个事儿啊，就是化生啊，因为恶业的招感，他就在那个油锅里现出个身体啊，就被砸死了啊，然后呢啊，这身体消灭了啊，又变成另外一个身体在另外一个油锅里炸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化生啊，它不是业力受生，不同于我们世界的胎卵湿化啊，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加上自己的念力啊，念佛的念力互相感应道交啊，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七宝花中化现出一个庄严的菩萨的金刚不坏的身体啊。下面讲智慧勇猛啊，神通自在，这种人啊，都有啊勇猛的智慧，智慧啊能断一切烦恼啊，而且得神通自在，通达无碍的神通啊。前面经中讲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啊，这举一个例子说明那个神通广大啊，不可思议。所以下面啊，是佛劝我们啊，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啊，所以佛这里啊叫着阿难，啊，也就是提醒我们大家注意，啊，其有众生，啊，如果有这样的众生，想这一世见阿弥陀佛，啊，从这个话可以看出，我们往生不是死了以后往生，是今世就这一生，啊，活着往生，不是死了才往生，啊。所以我们能够啊信愿持名，那就是极深成佛，就是这一生啊，不是死了再换下一辈子，不是，就这一生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啊，就注定就成佛啊。那么你想今世见阿弥陀佛呢啊，那么应发无上菩提之心，这前面已经讲了啊，要发起这个啊四弘誓愿，还要啊懂得啊实相之理啊，发这个大愿啊，而又啊不着相啊，这需要般若智慧的熏习啊。我们这一次讲经很突出般若的这个智慧啊，这是帮助大家修成念佛三昧的一个很重要的助缘啊。
那么发无上菩提之心，还要专念极乐国土，这就是一项专念。啊，极乐国土就是你自己的心呐、啊，啊，佛也就是你的自心，所以念佛、念极乐国土就是念自己的心，这跟修禅的啊名字本心没什么两样。啊，那么积极善根，应持回向，啊，就是修一切功德。这里等于重复前面的经文，啊，换个不同说法。啊，那么这是提醒我们啊，要注意啊，积极众多啊，万善同归啊，应持回向就同归极乐啊。那么由此而见佛，这时候临命终时，你见到阿弥陀佛来见啊，你就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啊，证得阿惟越智菩萨。乃至成就无上菩提，啊，就像啊，这个啊一生补处的菩萨一样，啊，就能够啊啊当生成佛。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啊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